我们现在这个先准备好了，我先来新增一个，因为我先把火做好，所以火我们刚刚讲过它不断动，所以一定是谁？是影片片段，对不对？所以类型就用影片片段。那这个比如说我叫做，你用中文英文都没关系哈。Fire， 哎，好，用 Fire 好了，好，这样子，里面现在是不是空的？那因为那个火是点阵图，所以我们要汇入的。从这边档案里面有一个叫汇入，汇入至舞台，好，把它确定一下。那你就选到那边哦，哈，选到这个档案。雷神四里面的火焰，找到它，好，开启。不用啊，不用。那你因为它是点阵那个动画的 GIF， 所以你看一进来是每一个都是关键格，对不对？它会拆成一张一张的，而且你注意一下你右键右边的元件库。有没有发现里面点阵图很多？因为它就一拆成一张一张的。好，那这样子你的火焰就会动啦。OK， 好，好。那么待会呢，你会进来之后，因为这个图总共有三十几张嘛，这样子会很长，所以我们用个资料夹稍微整理一下。除了我们这边有资料夹之外，元件库也有资料夹。你看下面有没有个资料夹？点一下。那比如说这个叫做火，好，哎，这个名字不能再命名做 fire 哦，因为里面的名称不能重复，好，所以我故意用这样子。那这个我就丢进来，按着丢到它里面，有没有拖曳哈？你如果要一次多个，用 shift 头尾卷起来，然后再把它一起丢到里面放开，这样是不是就比较整齐了？好，来画面还给你。现在你是火已经有了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觉得这个火太小，千万不要在这里面来改。为什么？你要改36张、33张，有没有？如果你在这边改，第一张变大了，请问后面要不要跟着变大？要啊，但是这样就不划算嘛，因为你要改33次，而且还不能保证每次都一样。所以我现在就拿来外面哦，我回到外面来，我把火先叫出来演这只，对不对？哎，对啊，跟他讲你可以出来了。好，那他出来了之后，他本身就代表33张嘛，所以我把它放大，是不是就等于大家都放大？这样了解意思哦，等于有点像群组之后在一起做放大。那么现在这里有一把火，那你要变4把、5把都一样嘛，所以用复制的。好，那如果你要用那个快速键也可以，因为当你按你拖曳的时候，你按住 Alt 键跟你打水的一样，它就会变复制。如果你要水平移动，加按 Shift， 有没有？这样就第二个、第三个、第四个、第五个。那么全部都做好之后，是不是要稍微对齐一下？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全部选起来。那么找一下跟你打碎很像的，有一个叫对齐的工具。面板只有一个地方比较不同，它有多一个叫舞台对齐，对齐舞台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这个按下去之后，你的边界是以哪里？以这里当做边界，这样了解了吗？就不是以，如果平常这个没有按的话，它是以你的物件的最左边跟最右边当做一个间距。好，这个有点差别，好，有点差别哈，所以我们这个就先不按哦。我现在全部选起来，我要一样高，就是上面这个叫对齐；我要一样间距一样，就是要靠下面这里，下面这个分散，有没有？这样大家都一样宽。那么虽然我之前是不是只有一个关键一个关键格，但是会不会动？会，用影片片段就有这个好处。有没有通通都在动？只是这样的火看起来比较死板，因为每一个火都长得一模一样。等一下我们再来做变化哈。OK， 那现在我们火看起来非常自视，所以怎么办？你的元件库如果这个打开之后不见，从这边来，有没有？从这里
反正面板不见都从视窗，好，面板只要不见都从视窗这边找元件库。好，找到之后，我现在呢，这个既然这是一把火，那我可不可以用复制的？可以，我们可以复制一份出来啊。我有另外一个演员是他孪生兄弟嘛，长得一模一样啊，可以吗？好，按右键，有一个叫重置，重置就是复制贴上的意思啊。哦，英文是 duplicate，哦，复制贴上。好，我这个假设就叫 file one 好了，file one。好，我现在是不是有另外一个演员了？跟他长得一模一样。那我现在要编辑他的话，我就这边点两下，点前面这个小图哦，你不要点到字，点到字的话是重新命名，咚咚，有没有？很像我们图层，所以你点要点前面，咚咚。你会发现我现在进到火 file one 里面。好，那现在这个火当然都长得一模一样啊，所以怎么办？调整一下顺序就好了。因为我们如果说你汇入另外一把火进来，你的点阵图是不是越来越多？点阵图啊，点阵图越多，档案就越大嘛。所以说，把握一个原则，重复使用。我把这五个选起来，放开之后再进来，拖到后面来，可以吗？因为火烧的顺序就是前面一直烧到后面，再烧一次嘛。所以我只要照着这顺序，多少张没有关系。好，那我现在前面是不是多的？选起来之后按右键删除，这一把火就可以确定跟前面不一样。好，那我第二把做完了，我再复制一个，就是把那个刚做好的再复制一个，哈，再重置一个。好，这个 file two。好，然后呢，一样要进到里面哦。你不要马上这里就毛起来做了，结果又做到一的。所以我在这边点两下，咚咚，好，确认这里已经变二了，有没有？进来里面的，我再把，比如说我这次要10张，选起来丢到后面去。原则上就是说，你照顺序，你不要突然中间，比如跑个五张，那张火就会好像有点烧得不是那么顺。好，那这样是不是3个了？我再设一个，都一样的方式啦，好，都一样的方式。那么做好了之后呢？好，这个3个一样，都都记得要进来里面哦，确认一下。这是用8张，反正没有一个固定的哈、哦。移除。那么 OK 之后，回到主场景，我要不要再把这些火这样丢进来？当然不要，因为我刚刚有没有收放过了？有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我们刚才有没有讲过一个换眼盖瓜承受，对吧？点到它，换人。换一，但是你的大小要跟我一样大，有没有？它就跟你一样大了。所以你曾经对它做过什么事情，你换角色之后，它的台词、它的动作都一模一样。点到它换人，点到它换人，这样是不是有好处？因为你不用重新再对一次。所以现在我虽然还是只有一个影格，但是我们家的火就会有不一样的，可以吗？重复应用，重复利用的话，就档案会比较小一点。好，那我现在可不可以增加一个图层，当做折射片嘛？对不对？哈，这个当做折射片。那么你要打字，你可以一个字一个字打也没有关系。好，或者你要字距调整一下也是可以。我把它变大一点。好，在这里哈，点上来好了。好，那个字型，因为你要做遮人家的嘛，所以要比较粗一点点的。原则上，它划过去就看得到那个有没有？这个比较粗一点。那字距怎么办？字距打散也可以啦，哈。那是它也有一个字距可以调整的。它的字距在哪里？我忘记了。这个方向可以改。哎，字距我看一下。有个字元间距有没有？你可以增加，或者你用放大缩小当然也可以。好，放大缩小的，只是这样就不是等比例就对了哈。好，OK，这样哦。然后呢，直接按右键，是不是变成折射片？有没有在里面的？哎，
字就在里面。可是这样有一个缺点，我也不知道那个字完整的字是什么，所以跟我们哈姆太郎一样，它需要一个外框。对对，它需要一个外框。那等一下我们再看那外框怎么做。好，来，画面还给你，你看一下哈，这个字，我现在锁头打开就看得到原来的字嘛。我现在把这个字复制一层，可以吗？那我新增一层，拿到下面，不过不要忘记哦，不要插到人家里面去哦，请你移到外面，有没有？这里，对不对？这个地方，哈，这个地方拉到外面，是放到下面来。好，在原地贴上，这样是有第二个的。好，那我现在把这个先关起来。字本身，请问字打出来，它的颜色是笔画的颜色还是填色的颜色？填色，所以字有没有外框？预设没有外框，你了解我意思吗？字打出来也没有说啊，你那个字外框多少？没有吧？对不对？所以说字本身是只有填色而已。那你要填墨水瓶，可以填得进去吗？我们讲过哈，这里面工具只能针对形状有用。这个是不是形状？不是，它有外框的，是不是有群组的？所以不好，你走上个点块大嘛，不好。好，所以必须要先做一个打散的动作，有没有？在以达，所以我们就要建立文字外框。好，所以我们到修改里面打散。不过以达吹的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，因为它是一个字串，对不对？里面是不是有五个字元？好，英文字母，所以说第一次打散它会变成五个字母个别独立的，这样还是字哦。所以我要再把它打到死为止，再打一次，再打散一次。有发现这样才变形状，就差在这边，就是等于你要打散两次，它才会变成形状。不然你打散一次，它是一个独立字元，一个一个。好，打散了之后，现在你就可以用来这个填颜色。那我把它换一个，比如说这种外框好了。那我来倒咯，用那么我看一下哈，这样倒进去有没有？可是这样太粗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刚刚有调到12.25嘛，所以比较大，没关系，我先还原一下哈，我先点一下，我不要选到，点到它，这里现在是12.25，你不要选到的时候就没有关系哈，我把它调小一点。倒看看，哎，这个可以倒下去，倒下去。不过里面没有倒到哦，有没有？它会是一个什么封闭的？有没有都倒进去了？都倒进去之后，我就把什么，把里面填色拿掉。我们不是讲 Flash 它有个特点吗？填色跟外框笔画是分开的，所以你可以独立选到去直接把它删掉哈。这样可以吗？哎，我刚这一层应该放上面才对啦，不应该放下面啦，不然就被遮住，有没有？那我们试试看看哦，有没有上面就有一个笔画在上面的？好，只是笔画你要什么颜色怎么做，那就看你了。好，就看你，只是说在这边要注意一下，如果你要做这种外框字的时候，它的做法必须要先把文字打散之后再倒有那个墨水瓶，好，再倒墨水瓶，记得打散要打散两次才会变形状。好，那我把画面还给你。